个只有他们的人才知道。如果是不能做的话，是在码头一起。你们知道只有台湾团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团来这边喜欢做这种团，老外来这边都很喜欢做独木舟，自己划。对，其实门票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你如果不会划的话，大概几分钟就全身湿湿的，全都一圈一圈。这个你真的你会划才可以，才可以。没有，一般的话都是两个人。